子啊，妹子，姐平时对你好不好？好啊。你恨姐姐吗？我不恨呐。那你说你在我家这么琢磨，等你走了以后，姐的日子可咋过呀？哎，我还真就不信了。我今天我信吧，安息吧，我必须听话吧。这个时间过得稍微快一点。什么？电视？咋的？他们连电视都不让你看呢？看，妹子，那《还珠格格》播多少集了？妹子，你找啥呀？你干啥呢？遥控器呢？遥控器在哪儿呢？哎呀妈，给我！姐，不瞒你说，我们家所有电器的遥控，还有手电筒的电池，都被你姐夫控制了。姐，你啥时候过上这样的日子了？我以前来时不这样，傻妹子，以前你来不都打电话吗？妈呀！谁？谁？哎呀！对门老王。老王大哥。啊。你跳墙过来的。啊啊。哎呀！哎呀！是不是没逮饭、啊？逮了。什么时候逮的？上礼拜六。哎哎呀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恁姐都瘦成什么样了，下巴磕子都爽了呀！哎呦我的妈，太可怜了。大米粒电话多少号？来，赶紧的，大米粒电话给我。妹子，大米粒从千万别给大米粒打电话。打打打打打打打，让他给大米粒打。大米粒肯定说的好听，你看说的可好听了。好，那我打。打打打。哎，妹子，我这电话要一打通啊，我姑娘肯定说，妈呀，你在家好好的，想吃啥就吃啥，那活你都别干，等我回来干。
哎，打通了。妈，你挺好的吧？我加班，你吃好喝好啊，多休息。有什么活等我回去干。我爸脾气就那样，你忍着点啊。我的妈，听着没？电话里还威胁我呢。你都这样了，你还跟他过啥呀？离，马上离，通话离，现在就离。妹子，离婚那么容易呀？我们家户口本一直在你姐夫腰上缝着呢。我亲眼看见你。他也不爱你，你说非得缠着你干什么呀？你们这一天我真是的了。妹子，你姐夫说了，雇我呀比雇保姆便宜。你还在这家待着，我在家那都把我都宠上天了，把我当娘娘一样供着，要吃有吃，要喝有喝，那没事不能离家出走。每一次我一离家出，妹子，妹子。建立一个家庭容易，守住一个家难呐。嗯，这人这一辈子都有酸甜苦辣咸，如果你呀快乐的事儿想多了，这个家庭就是相依相伴一辈子。嗯，如果你要是把苦想多了，这个家庭啊早晚得解体呀，妹子。姐说不好，自己悟吧。啊！哎，妹子，妹子，怎么走了？想明白了，准是走了。哎呦我老米，你演的好呀、啊！哎妈，眼泪都快出来了，你对。就凭我这演员，我给他整两句，够他歇乎半年的。表演艺术家，我呀。哎，杰出挺棒啊！怎么着？把我累的。我姨走了。走了。哎呀，没想到、哎、我们家还有个影后。哎呀，老东西，你演的比我还像呢，我差点真跟你离婚。跟他离。离完了我领山去，走。妈，我跟你说，刚才我演的那个小子可不是我啊，是啊，我可不这样。就拿咱们家这房子来说吧，虽说是我拿的首付的大头，我可没天天说吧。别把钱看得太重啊。不是妈，我刚才给你那张银行卡，你快还我。哎呀，姑爷，你不说这里一分钱也没有吗？谁说的？我全部家当都在里呢。啊，给我，别害怕，你妈这大演员还能拿你这点道具钱吗？哎，老三，你站好，站好了，洗衣服，衣服洗完没有啊？我那几双袜子必须给我洗干净。啊，行啊，演的不错呀，你。我都想掐死你，亲姐，就跟这帮玩意儿一起忽悠我一个，是吧？还有你，给多少钱呢？这么卖力气啊？给什么钱？我还骗了半拉饼子了，我还赔了。姐夫，我要是没猜错，总导演是你吧？副编剧。一家人欺负我一个。漂亮，不是，这不都为你好吗？这不都人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。我懂了，你们这么一大家子人演这么大一出戏，那不就是我要不明白我还是个玩意儿吗？哎，姐呀，我也懂了，以后啊，咱不跟别人比，对，不比就不比，对，我幸福。好，一片乌云全散了。哎呀，睡觉了，睡觉了。几点了？赶紧睡觉。你们姐俩回屋里睡去。好，我睡这沙发。这坑归我了。哎呀，他
他们能睡，你恐怕不行。我咋的了？我刚才出去是打电话来着，完事我跟我那几个大哥吧，把你家这些事都说了一下。这几个大哥呢，带着众多的小舅子，说要来找你聊聊。哎呀妈呀！哎呀妈呀！上高速了。哎呀妈呀！那个老王，你那大饼子借我一下，半道用啊，在那。不是姐夫啊，对，这回用上了。对吧？我那什么？哎呀，老伴儿，你干啥去？不是，你在家不还有我呢吗？有你没有你还不至于这样的，你那几个小舅子，一个比一个驴啊！等会儿爸，你别走。不是啊，是姨啊，你刚才打电话的时候跟你们家没说我的事儿吧？也没说什么。哦，哎、就说你比我大姐夫还坏呢。哎呀妈呀，更回来，更回来。不是我，那个干。这不是，哎呀，人家还不是，你看，你说你看，你可真行啊，一个人来串门，你串走俩。哎呀，我说妹子，你不怕事儿大呀？就是啊，你这事儿整的你。这，怕了吧？就你家人会演戏啊，我也会。哎呀，我的妈！